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春，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首短短的Right Here Waiting 这首英文经典的前奏。好，为什么今天会选这首英文歌？主要的目的是因为我发现这首歌的那个指法上其实有很多纪律，可以让初学者很好的练上手。好，我先为大家展示一遍。好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是很短的一个片段罢了，可是它其实中间蕴藏着我常常说的手指的纪律的很多重点，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适合让初学者练起来。就算你没有听过这首歌，如果你是比较年轻的朋友，可能你会没有听过这首歌，但是我觉得阿春的会员频道主要的目的就是这个，就是让大家学习很短的片段，让大家很快的上手指弹。所以这首是我下一首选择，就是觉得很适合初学者学起来的东西。好，我们马上开始。好，大家可以看到第一个小节，食指的动作，食指的动作一定要有3310，当你按这个腰的时候，其实你要尽量有这个指法在。所以我再展现一下前面两个小节，好，这里可以大家看到这个第二小节的 C 就是最后一个旋律三。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是按着这个三，然后让那个声音延到下一个小节，就不会让那个三断掉。大家可以仔细看多一次，我在按着三的情况下换句，所以其实我的这个三的旋律其实它会一直延续下去。这个就是指弹的一个很大的重点，就是你常常要让每一个小节和小节之间连接的很顺畅。怎么顺畅呢？就是你要让前面的那个小节有一些音要延续到下一个小节。它失败的例子大概是这样的感觉，有些人会放掉了，看到吗？它中间就会有一个断层的感觉，这个就是我们要尽量避免的东西。